走出再困绑。好，来呀、啊。有伤痛悔的泪，你不看起。手部动作大啲。有啲恐怖啲手指，哇！有人，俾人行咗先。全部都是黑白色的，因為我想去 moody 啲啦，即係因為始終呢、這個即係呢首歌啦，即係或者係即係 CP 五十一篇咧，都係講緊人去面對罪的一個，即係嗰個內心的狀態啦。佢好想去到即係請求神佢嘅寬恕咁樣咯。而我哋嘅拍攝咧，都係由頭到尾係黑白嘅。咁我諗喺即係 visually 嘅話係。會好捕捉到人嗰個狀態啦，同埋即係我哋周遭事物嘅嗰個光影嗰個變化啦，咁就好似好抽象啲，係咯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我要得勝，作美好見證。